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些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啊，第二个阶段哈，第二个单元，来咱有关是继续来个部车祸哈。那么当然本来是欢欢喜喜啊出国。要旅行，哦，安怎会拄到哦，这尼啊，哈，算讲扫兴啦，哦，而这个车祸，哦，透早六点外，在国道中山高北上68公里处，哦，那么一台载有23个旅客，准备要到桃园机场啊去这个。国外旅游的这个游览车，哦，那么怀疑无保持着安全的这个距离啦，哦，安全的这个车速，游览车追撞着这个前方的这个大型的吊车啦，哦，造成连同游览车司机伫个内面，哦，挂游览车司机伫内，哦，在内，哦，那么。当中有24个轻重伤，好咧加载，哦，无性命这个危险，哦，毋是像咱这个顶一个单元，吼、哦，啊，两个翁仔某因某翘去，吼、哦，因翁，吼、哦，无要紧安尼。那么游览车的这个车头
经过强烈的这个冻结，吼、哦，那么了后已经就全部毁损，哦，方向盘扭曲，满涂骹拢是碎片，哦，司机被困伫个驾驶座，痛苦，会使讲，拢讲袂出声就对了啦，吼、哦。游览车的这个乘客，因为重心无稳，吼、哦，啊，弄到车内的这个座椅，吼、哦，面啊啦，吼、哦，当场就安尼先流血挂彩，吼、哦。那么有一名这个妇人满面，吼、哦，拢安尼全血，吼、哦。那么赶紧，哦，算讲牵着因翁的手，吼、哦，阿母两个人。心有以鬼啦，哦，心有意志啊、哦。那么等着被送到病院啊来急救哈，别、哦、等哈、哦，等要救护车来去病院急救。车祸发生伫个礼拜透早六点外，哦，来自南投德山文主宫的这个旅行团呐，讲到这个。旅行团有足济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庙的啦、宫的啦、吼、哦、堂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都为着信者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当团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都神明都起驾，讲啊，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善男信女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咱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本庙、本宫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本堂，吼、哦，啊，本府。哦，啊，都啊，即、这个算讲一年一度啦，啊是讲啊，都足久，我啊唔捌去游览安尼。后来我的孙啊，俩什么地啊、公啦、什么什么什么啦、什么佛啦，哦，啊无好啦，到某时某日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日子阁袂歹，哦，啊，咱是毋是讲咱即个什么什么佛，哦，什么什么堂，什么什么宫，什么什么庙，哦，啊无，咱到这边。哦，啊，我本身王爷，我什么什么神吼、哦，什么什么佛，哦，啊，都，哦，甲恁啊来去吼佚佗啊呢，好，我大家都欢喜啊咯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就赶紧的，哦，开始都，哦，住宿的人，哦，啊，就讲哦，啊，既然王爷某某某某神某某某佛，啊，就安尼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好，啊，顺这个机会，哦，啊，都唔捌去佚佗哩，啊，来去佚佗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诶，就是安尼，造成。对不对？哦，有一挂就是安尼，欢欢喜喜出门，啊，无结果讲会撞到这种的这个车祸。那么，这个德山，哦，南投德山文主宫，文主宫应该是文主吧，应该是关圣帝君，哦，应该是关圣帝君。关公啊，关圣帝君，吼、哦，伊主神，啊，算讲组成这个旅行团，吼、哦，到前往桃园机场，啊，要来出国，但是开伫个这个中山高北上68公里的这个所在。游览车突然间，吼、哦，去追撞前方的这个大吊车。游览车顶23名的这个算讲旅客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无迄个预警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唔知要安怎，唔知突然间砰一个安尼，吼、哦，那么大家都纷纷来求相啊哩，通关消防局。出动了13台救护车前往救援。那么警方嘛伫个8点外排除车祸伊个即个状况呢？哦，啊、那么游览车顶头拢总有24个人受到受伤。哦，那么其中司机陈俊杰的哦，那么加哎个即个算讲。
游览的这个人客，哦，吴玉珍啊，哦，陈月军、曾经，这个詹美基啊，这四个人出现这个算讲骨头吼，啊，有叫断裂这个现象，伤势吼，比较着较严重啦，车祸一度造成北上路段的这个塞车，虽然两名肇事司机拢无酒精的这个反应，警方无排除因为无人保持安全距离，才会造成那么这个意外呢，这是车祸了，所以讲啊讲，会使讲，逐天啦吼，车祸会使讲袂少，大大细细啦。啊，若讲车祸，我有当时啊咧讲，这个政府嘛爱负一寡责任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政府的规划唔对啦，人车争道，吼。啊，你甲想，你应该大台车、大台车，伊有大台车，伊的这个车道嘛，是不是？小台车、小台车有小台车的车道嘛？奥多麦、奥多麦有奥多麦车道啦，人有人的人行道啦，应该是要安尼先分开嘛，对不对？那安尼要造成车祸，比较的。就较少，我唔敢讲拢无，但是较少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有诶，就是哦，啊路况好啦，啊大家赛道紧诶。其实我咧讲，路况好，较袂车祸；路况歹，较会车祸。你无看，当迄无咧，规台车拢并落去，对不对？死伤诶时阵嘛是23个啊，迄就是安那。迄就是车况歹，路况歹啦，弯弯弯弯，啊路碎掉，这种个拢较会车祸。啊奇怪嘿，这政府单位吼，伊若路愈直嘞，吼，伊个翕相个愈侪机，哎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应该你个弯弯弯弯嘞，迄你才爱来限制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正经好开诶，当然都看会现啊。当这路遮大条，当边仔拢也无车啊，当是要创啊？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是感觉，毋是讲你开紧是车祸，其实就是路况无好，路况无好。哦，安怎无况路况无好？你着安那有火车诶嘛？哦，啊有啥？有十字路诶嘛？对不对？啊，当然有时路，伊也要行，伊也要行。啊，人的时阵啊，一定有的都是安那，有的就冲红灯啊，有的就冲黄灯嘛。啊，都是安尼生啊。所以这车祸才会多啦。你若讲一条直直透高阳，拢无迄落交流道的啦，看伊看伊的车祸也袂啦，对不对啦？迄就是有火车。车祸就较侪，路段十字路口侪，车祸就侪啦。安尼讲较紧。啊，这种诶，大家政府讲啥物，伊咧大家拢缩疏扑疏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我看有诶路吼，迄其实诶时阵咧，迄右转都无要紧诶嘛。结果伊就干呐禁止右转，我咧感觉真奇怪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造成啥？造成塞车。因为你即马市内车多啊，红灯多啊，啊，搁爱让人行，你甲想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有一挂路口，你要我啦，你归去有一挂路口，全部拢甲斩掉，互伊变弧形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若有弧形，伊个就较空旷，对不对？哦，
在看的时阵呢，伊就较空旷，那安尼车祸就少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会用个右转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种拢挺好去做的呢。啊，政府是咧创啥？啊，无有诶开遐侪钱是咧开啥？是不是？迄所以我定来讲，迄政府有诶爱负担部分的这个责任嘛，规划歹，啊无规划好，当然啦、啊，就乱啦、啊。有迄标志啊，迄真正标志的时阵啊，你要看到拢上万啊。像迄五股，迄、那个咱遮迄个啥物遐，迄、那个泸州，对，泸州，泸州要爬去。敢是泸州就对，我想看卖啊。唔是，迄、那个要去五股一条迄落会当穿去迄个高架，吼、哦、啊一条要去八里，迄安尼敢那随迄个交流都随。迄、那个匝道随起了尔，无偌远就开始分车啊！啊，你分车，你头啊遐唔爱，啊未起，你来甲做。哦，伊个是哦，这条是倒位啊，这条是倒位啊。啊，即马开始过迄个交车啊，遐头前，遐顶头，从较头前个，还佫一个指示牌。你唔是要起个，遮拢无，死狗看到啊！安怎讲？咱爱塞车嘛，塞车啊嘛爱看。倒手边、正手边的车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看路牌，啊，你想啊，迄路牌你驶车无可能讲停在遐咧看啦，是不是？那么安尼徛喺度直直驶嘛，驶即马哇，一个看上班啊，因为呐，要分车啊呐，啊，所以有诶就是安尼，啊，一条是为即个什么，为什么我什么落去，哈、啊？哦，啊，迄条要到新庄的，啊，一条是要去高速公路的，啊，一条是为八里的，啊，你诶，足侪司机绝对有诶无识诶，绝对拢煞了毋着边诶啦，有诶煞对要去高速公路的，啊，你也想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迄难道迄一寡拢设计一寡拢硕士博士诶呢，拢专家诶呢，拢专业诶呢？哎，简单想就知影，叫伊来开车看卖啊，啊对唔对啦？迄定来开车就会忽了唔对啊，卖讲对啊，路况无熟个，是不是安尼？哎，会造成车祸，冤枉死个，你敢知？迄拢是设计错误，你敢知？迄一年个算，等甲知影讲伊设计错误，唔知要死几个安尼，你敢知？像迄有辆车一台就几个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有当时啊，咧看这种政府奇怪啦，啊，因为我拢有咧注意啊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这个头前一定爱直直做过嘛，头前指示牌一定爱，因为头前有迄款的危险，所以你一定爱安尼警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马人去的时阵，头前看哦啊那，哎，看无清楚，歹去搁第二去搁看，是不是啊？第二季看迄落，看第三季开始去啦，然后就知影哦，差不多啊。看三遍应该有了解啊嘛。啊，你唔是头前拢无咧做，去到遐突然间，指示牌这个向遐，这个向遐，迄要哪会付啦？伊迄个是伫互顶头车速紧的伫看的，远远人伊都有看啊。但是咱的时阵要爬去的时阵，拢嘛咧注意讲下只。但唔知去溪路边啊，袂对唔对？迄匝道啊，是不是？迄拢咧注意讲，我开有迄款的，啊，才起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起开始要，嘛有诶嘛，唔知讲遐头前要分车啊。等甲看到伊拢已经上班啊呢，所以有诶较无迄落，唔踮要停诶遐，就踮要看，哎，拢真危险，你讲对唔对？所以嘛，使讲这种政府，唔知安尼，所以我定来咧批评就是安尼啊。哎，大家拢讲硕士、博士、专家，啊，那无代志，伊就是专家，伊就博士、伊硕士。嘿，啊，那有代志，啊，我嘛是人呢，对唔对？啊，就体，啊，
伊替伊，伊替伊啊，啊，啊，啥物咧？管的提互市的，市的提互管的，啊，经济界啊，迄毋是我管的啊，迄恁新北市的代志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家想啊？啊，政府讲咧服务人民的哩，啊，奇怪，啊，都有咧分呢，对毋对？啊，你这边新增的，我这边全部开无共呢，啊。所以真害吼，好来歇睏听歌，稍等再搁转来，听两首啊歌曲，来妈妈歌星。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藏，心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惦在歌单，最需要是我的。人若知我有女儿，下头又真多，恐惊不比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对落地。境内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水粉，打扮当青春。上舞台表演歌唱，音浪袂分笑吻吻。因为我惦在歌单，靠艺术赚钱无惊来，相依为命，落苦无疑论，哪着怨叹无情的郎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一唱已经早偌冬，亲像来请用女儿，不愿靠别人。孤身亡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惦在歌单，有人立在我担。期待着美丽前程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女儿的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
灯吹来，我多么可爱。我时常向金鹏诉说情怀，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再来，如今我已了解，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时常能一滴花开得多么可爱，花儿谢花儿开，谁能明白，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欢迎不再来，如今我已了解，多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时光不停地流，去不回来。你曾经告诉我，欢迎不再来。如今我已了解，我那样关怀，我要珍惜你的爱，关怀。心情有关，像最近有
咱不应该。英雄人不通看海，女性的将来看见无听见无感谢的境界。女性一个，虽然无事爱，看伊对阮啼哭声悲哀，为男性心酸一次，何爱伊目屎？做男性辛苦心内，谁人在理解？只有今宵月娘，伊在阮心内。来，咱继续搁转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，甲四点。那么咱即马是第二个单元吼。有关报告一寡开车车祸吼，人员受伤的、死亡的吼，即个一寡。车祸的这个案件，车祸这么多，哦，交通部明年起，新手甲职业驾驶酒测，哦，酒测得要下修了，哦，因为我有讲过啊。因为咱台湾足侪开车拢有啉烧酒，尤其是过去吼，迄、那个野鸡仔车，包括客停车野鸡啊，吼、哦，包括过去的这个野鸡仔车，啊，加啥物货车，尤其是货车，大部分拢啉烧酒的。大部分拢啉烧酒，因为较早还袂政府还袂禁啉烧酒，大家拢有啉，包括做工啊人嘛拢有啉。所以有一挂开车族的食槟榔、食烧酒、食薰，真普遍，对不对？话讲啊，我都塞车，爱困，食薰提神，对不对？啊。食薰人讲薰话，食酒人讲酒话，对不对？啊，食槟榔的讲食槟榔的话，伊讲安尼槟榔剥落去，吼、哦，啊人烧烧，哎、欸，精神真好，啊，就是安尼生啊。所以较早都啉酒的。其实，咱新闻报纸拢有看嘛，唔是无呢。啊，你逐项要禁，我甲你讲。吃槟榔嘛爱禁啦，开车袂使吃槟榔。有诶，吃槟榔就是啦，要去摕槟榔，然后全个精神无集中，翻倒落，小克小克歪着，哇，车祸啊！有诶，甚至要捡，对毋对？要捡粉屎啦，要捡啥物粉渣啦，要捡诶，像啊槟榔，捡粉盒啊，结果造成车祸诶。像即种拢爱禁啦。唔是干那啉烧酒车祸的，像这种有车祸啦。你若要禁，拢爱禁。
连食饭都会死人啊！你袂晓想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去假死的啊！那么政府明年起，当在开车，也是讲职业驾驶的这，吼、哦，啉烧酒拢爱下手，就是讲，本来即马唔知零点几以下。哦，啊，其实我有讲过啊，你讲搁下手也同款啊，因为哪讲，因为迄麦仔酒，大家认为讲咧啉嘴干，迄种的啉半罐啊，差不多即马来半罐都吃到有啊，对不对？你都干脆讲禁酒安尼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什么咧下手？真多啊，有诶是哪些什么呀？迄嘛食食食啥物遐，内面都有迄种酒精分啊。啊，一个甲笑着讲，我你咧超过我哪有啊？我咧食这，其实落尾啊，到法院，法院一个去调查，一个迄落有影就对。啊，这落去有酒精分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迄毋是酒呢，迄也毋是酒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伊笑着讲伊酒精滴。超过啊！你甲想看嘛？那么新塔克台北报道，即间报社，伊讲为杜绝国人层出不穷的这个。酒驾情形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日就是17号，吼、哦。那么针对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以及着相关规定的这个修订，进行了初审。伫交通部啊，甲内政部已完成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。自明年2013年正月初开始，针对无照驾驶、初次领有驾照未满2年的这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安尼规定安尼，我甲你讲啦，有诶考出来拢无咧使啦，对毋对啦？嗯，啊，你敢若讲未满2年，搁3年、4年嘛同款。像遐，你要安怎去衡量的呢？有诶，甚至还阁考出来拢毋捌咧使，啊！伊到迄阵啊要考安尼，吼、哦，迄阵啊有训练啊，啊不本来足无胆诶，伊就毋敢开车，一个考出来安尼啊，毋敢开啊。啊，车一个要使哇，皮皮错啊，吼、哦，我即遐车遐车，但毋知要安怎使。都无使，是毋是啊？你爱看啦，有诶无牌诶时阵，赛车就赛到乒乒叫诶啦。你有牌，敢会凭伊较敖赛？这是事实啊，这是事实啊，对毋对？我定定咧讲啊，车祸拢嘛有牌，无牌诶车祸有无？有啦，少啦。因为哪讲伊无牌，伊拢啊。什么样法律判呢？是不是安尼？倒遐咧零件，倒遐咧翕相，倒遐咧啥，伊拢嘛咧注意。啊，伊你要哪翕伊会着？你要哪抓伊会着？所以讲。初次领有驾照未满2年的，啊，甲职业驾驶人等3类驾驶人，将酒精伊的这个浓度标准由0.05调整为0.15。啊，这是增加罚款啦。
增加罚款税收啦。你著较干脆嘛，你开车禁止食酒，安尼就好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什么咧下收偌济，下收偌济啦？迄恁著一撮著拢超过啊啦。啊，所以遮个人咧定个，遮个人拢毋知咧食饭个，食啥个啊？你若遐低，你著干脆拢袂使啉烧酒个，安尼著安尼安尼著解决啦。著上车著绝对袂使啉烧酒个，是毋是？迄阵啊讲个时阵啊，你。你的孙啊，若是啉烧酒、塞车，你去抓到，连边仔坐的人又爱发咧。啊，你甲想，啊无啉烧酒又爱发啦。啊，何况讲你的孙啊，连酒测0.15，是毋是安尼？你干脆就拢啉酒就袂使，开车就袂使啉酒的啦，安尼就好啊。一开。因为你个广告唔是安尼讲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对唔？你咧就是安尼嘛。你若喝酒开车就罚，安尼都好啊。是毋？拢免去测，都敢若闻到臭味就知影，来开开开，对唔对啦？都安尼啦。所以安尼变来变去，都转那遐啦，安尼一工工拢转代志了了啦。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、啊，有诶，就安尼，赶紧诶时阵安尼，迄个啥啊，矿泉水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都直直啉，直直落，安尼就落啦。即落有啉烧酒，就有啊啦，免落啦，对毋对？啊，伊即嘛毋是，得搁试，即测看偌济标准过哦，你着迄款诶，无标准，哎，迄你要看人，你安尼咧赛车真重要啦。你敢若禁要酒，禁要酒，敢袂车祸吗？我都拄仔咧讲啊，车祸咱嘛有排咧车祸，咱嘛靠错啊，甚至有诶介侪年诶，哦，是毋是？迄报纸拢有出啊，开车已经几十年啊，对毋对？从来毋捌咧出代志诶，毋捌咧违规诶，结果嘛是共阮弄落死几啊十个，你是毋是安尼啦？迄你自头你来教育起啊嘛？是毋是？敢若较早毋是足严格，啊？身体华夫受之于父母诶，较早迄个教你看，迄毋才有严格。你留啊较迄条，你就是不孝啊！啊，即摆毋是诶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即摆教育无共款啊！稍等下，我有时间再报一撮，报一段迄。迄样啊是恶作剧的啦，结果共塞落去海啊底啦，结果刷起来啦。我刚才看到迄标题啦，尔。来，咱这讲到这就好，咱来报一节，吼、哦。这是外国的，拢靠恶作剧。这本来我顶一个节目我就讲，这是唔对的啊。恶作剧，吼、哦，推友下海，大鲨鱼竟迎面而来，啊，你来想哦，啊，恶作剧，吼、哦，玩过头，差一点啊，乐极生悲，对不对？爱尔兰，哦。一挂的孙子呢，一阵啊，少年人坐游艇出海，其中有一个男子突然间和朋友甲摔落去海啊底啊，正拄啊好，大家咧笑嗨嗨，对不对？在欢喜的时阵，突然间哇，有一只大鲨鱼啊，啊，一尾大鲨鱼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这名的这个查甫。赶紧的时阵啊，爬上这个船顶的，躲过一劫。啊，若无这鲨鱼，游得真紧啊，来了随叫合过去啊，无死也半条命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啊，好在加在伊，防杀落的这个查甫，脚手好，赶紧
游起来船顶个安尼呢。啊，遐若要搁踮遐耍哈，啊，搁伊搁踮遐下骹也在笑，好好。伊若踮遐下骹搁咧笑，踮遐迄款个讲啊好耍好耍，结果鲨鱼来就甲你夹落去啊，啊对不对啦？所以伊被人等落海了，然后伊就赶紧收起来船边，赶紧就爬起来。啊，你甲想？哦，千钧一发，啊，若无，伊就翘起来哩。坐在船头的这个男子，吼，会使讲两不防，吼，一时嘛唔知影讲因朋友要往安尼生，对唔对？突然间的时阵呢，甲车落去海，拄啊好大家咧笑，吼，对唔对？笑到安尼哀哀叫，吼、哦，咱巴肚是毋是安尼？一尾大尾鲨鱼竟然吼，全个伫头前安尼收来。那么迄个时阵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吼、哦，落海的这个查甫，吼、哦，性命赶紧的时阵安尼，爬上船顶，拄啊好。甲鲨鱼拄啊擦身而过，你甲想看嘛？啊！鲨鱼看到啊，哇！有物件落落海啊，赶紧游一个较紧啊，就向这个目标，这个达波落来啊，对不对啦？结果是赶紧搁爬起来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！所以说呢，规身躯淡漉漉，惊一个魂不附体。刚判的，这里讲哦，好咧加载。好咧，家在真危险，所以你啊看，恶作剧差一点啊，就闹人命啊！啊，大家还搁咧笑，啊、嗯，笑噶，是不是安尼？搁一点啊，悔意都无呢，真诶啊！即个所以咧，外国诶，啊，咱台湾诶，都参即个嘛咧恶哩，都真危险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有网友在讲，片中出现的这个鲨鱼，伊其实是讲什么什么老鲨啦，哦，老鲨是干那咧食迄个游浮游的这个生物啦，对人类其实伊无啥兴趣，安尼就对啦，啊嘛真歹讲啊，要搞地啊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你若要注视的，拄啊好啊，哎、欸，有人就是安尼啦。嗯，啊，这个蛇就袂咬人个呢，对不对？要甲望看卖啊，结果甲你咬啦，哎，你要安怎？是不是安尼？那么另外一个是，屁条的伫个困，哦，伫个碰伊个伫个困个达波，正只暗，啉甲茫茫，哦，一面呢不但被室友用到迄个奇异笔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甲乱画，伊咧困，啊，着人甲创滴，甲画面啊，甲画甲花白里鸟，规个人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着互人甲卷起来哩，一直被卷到水底啦，啊，水池啊边个啦，伊还搁咧困，吼、哦，安尼恶作剧还袂完哦，吼、哦，那么迄个达波直接被。放落去船型的这个救生裤的顶头，规个人被塞位水池的这个中啊，一直到啥？到地面，敢那要跳出一只迄个大鱼的男主角被惊醒安尼啦，脚手啊并用，拼命都过啊，哦，伊个。算讲大个迄个渔船的迄个救生圈啊，对不对？另外个算哪呢？上水，迄个水，迄边啊拢有警告，有警告牌啊，对不对？结果个算哪呢？撞到人安尼死啊！所以嘛，使讲哦，有一挂人就是安尼啊，尤其是少年乱来啦。要阮即个，阮即下呢，老实讲，
袂讲做甲安尼是，吼、哦，这伤过含啦啊！即、這个即摆时代，对毋对？所以你甲看，像即种诶，好，咱时间也已经到，无咱到遮做暂时一段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即个网络阿宏无所不谈，即、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